而这部分我们要说明的部分是，哦，我原本可能已经有配对两个按键，然后我的门铃都会响，那我现在我要把它清除掉，整个完全重新配置的情况底下，我要怎么把这些按键的设定全部消除掉。那首先的部分就是我们直接把我们的接收器啊，就是插在墙壁上的接收器直接断电拔掉，然后请你按住这边这个音量键不放的情况底下来说，插回去电源插座，听到它有提示音之后就表示清除完成了，放开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来试试看，这样按就没有反应了。